揭牌典礼由屏科大校长戴昌贤、财团法人台湾尤努斯基金会董事长蔡慧玲共同主持，包括中央大学、高雄大学等五个已经设立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的大学，以及邻近的有校校长等人参与。会中介绍中心宗旨以及成果发表，并且播放屏科大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经营成果影片，期盼透过这个平台协助解决相关问题，呼应尤努斯社会企业的三零核心理念，零贫穷、零失业率以及零净碳排放，运用社会型企业的潜力来解决财富不均、失业以及社会崩坏等问题，一同朝三零世界理想迈进。屏东科技大学呢，是以呢我们的农业科技建厂的。我们过去呢也常常在辅导呢农民在生产方面的各种技术的精进，但是呢由于最近呢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产销的失调反而造成农民更大的一个困扰，所以说呢我们对未来呢对应整个农民的一个辅导呢，除了在生产之外呢，在它的加工行销整体上面呢怎么样呢，用一个社会企业的概念呢啊，让我们的农民呢相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屏科大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是全世界第50个、全台湾第5个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努力已初具成效。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教育研究有关社会教育社会企业的平台，也是辅导外面这个所谓的社会型企业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辅导学生未来在从事社会企业创业上面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过去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行销，包括影像的处理，包括了这些微电影的一些制作这些都是年轻人目前最主要的一些行销的手法。屏科大强调，尤努斯社企中心是建立社会企业经营与教育的平台，将以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带动风气，增加参与，鼓励年轻人加入，期盼中心成立之后可以为台湾社会企业做出最具体的贡献。屏东新闻蔡丽华、魏德伟采访报道。